到了外面还想那个找那个狗屎吃。狗屎能挺饱啊。先改这两天他这拉肚子，拉肚子跟吃食没关系。坐下，吃多点他就拉了。坐下，对，坐下，对，趴下，快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来，趴下来，趴趴趴，味道。要不就给吃起来，不给放嘴。趴下，趴下。握手，还挺听常规矩，就挺常规矩。废话，老喂他吃的，他可不认。握手还能握吗？我一吃，所以说，那个皮也得开，安心，开心。趴下。就是这样，就是。吃了。听话了呗，吃啥呢？咱们这边子吃对吃了。他肯定饿了。嚼。刚才他就在蹦，就往我身上蹦，我就知道他饿了。刚才那个董冰冰还给我打电话问他咋样。教练。趴下。教练。你不要。我说他还吃，我说他还吃东西。他说你下次，就是口令。我说我卡也不好使。他说你严厉一点。当时还不行，他就过来看。揍，吃饭，他有点唬人呢。揍我也会揍，用他揍。这是谁不？我这一捋绳子，他就，我把这绳子编在一起起来。说。您饿坏了，刚才在草地上就到处找吃的。哎，他刚回来那天，就前面也就肚子那儿那么宽一点。然后睡了一晚上，吃了一天一晚上吃点东西，第二天一看就肥了。嗯，说现在孙老有点瘦了。我爸呢？上六班去了。这狗是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我闻着都觉得挺香。狗食儿。他想吃你的食儿，你也想吃狗食，你俩换一下。姑姑不就说了吗？能不能给我吃一点？给吃吗？给还。就老梁吃过狗食。你上次炒的蛋炒饭。真挺香的。就他的狗食味儿就是挺香的，有那种香味儿。我们吃的特好，晚上。薄饼、春饼。我今天创意是开春饼店。谁去吃多麻烦那玩意儿？对呀，等着玩儿。就是太累人。哎呦！是自助餐，一个人多少钱？自己卷。那你就不是在这儿吃了。你就是我给卷一卷十块钱。好了，趴下来。没有那闲工夫。趴下来。或者是五块钱。坐下。坐下。暴力过来，脑袋出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真的，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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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那是暴力。不行，别人我表演戏来，这么拍，对对，靠身，坐，趴下，趴下，不行，别让他冲下，坐下，我还是趴下，经理啊，趴下，在这儿招我，过来，必须把车子给拖走。对，对。